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哲瑞教练。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这个画面？没错，就是我们前阵子去参加美利达单车嘉年华的比赛片段。这支影片在接下来也会上线哦。现在这个画面切换到了天母风机所。没错，当天的状况啊，就是我们其实已经骑到有点等它太久了，所以后面我们就直接抛弃它了。那可以看到前面其实我们架设一个相机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后段没办法拍摄的时候，还可以透过前面的 Insta360 来捕捉到它当时在骑乘的画面。其实就很像前面有一台摄影师从头到尾跟着他，然后不断的为他运镜，捕捉他在骑乘当中的精彩表现。接下来画面一转，来到了我们这次参加台北马拉松。有没有看到我后面？这根长长的杆子，没错，这是我在台北马拉松当中高薪聘请了我的跑团教练，陪着我全程一起跑完全程马拉松。那他手持的这个自拍杆呢，就可以透过这个360的相机，全程捕捉我在跑马拉松的画面。那因为当下啊，跑马拉松真的是有点挑战啊，所以透过他拿着相机，就可以捕捉我在随时跑不动啊、上坡，都可以经过后置再重新来运镜当时候希望他呈现的画面。所以这次也透过 Insta360 全程记录我完整的台北马拉松的赛事片段。那上个月呢，其实我们到日本来骑乘自行车。那其实日本的部分路段呢、它的道路是有一点点狭窄的，甚至啊，其实他们不太可以用全程用汽车跟拍在旁边，所以其实看到的角度可能就是像这样的画面呈现。所以在当天呢，我们也在前端架设了 Insta360 的相机，透过360的角度呢，可以捕捉第一视角的呈现。这个画面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有挑战？怎么可能现在在空拍法规这么严谨的情况下，还可以在隧道当中用空拍机全程跟随呢？没错，它一样是使用 Insta360。那我们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啊，有没有看到这个运镜啊？其实是我们拿了一支超长的自拍杆，透过骑乘的同时啊，摄影师在前后运镜的状态，可以让画面制造出这种伪空拍的感觉。那在画面的呈现上呢，就有更多的动态视角，提供更好的画面。那骑乘当中呢，我只要管着专心骑车，让摄影师呢透过超长的自拍杆在前后移动，就可以捕捉到一些用相机是拍不到的效果。那像这样的画面呈现呢，其实就直接把360相机塞到我的脚边，就可以拍摄出这种非常贴近真实的一个第一视角。OK， 我们现在人在六本木晚上的街道，可以看到这个街道真的非常非常有就是圣诞节的气氛。看一下我们现在走在这个街道上，哦，两侧都有这个荧光火树的这个灯饰，真的是非常漂亮。而且这边晚上有那种，就是有那种隐约的一个时尚感，走在这边真的是非常漂亮，很有这个过节的气氛。对，我们现在录影的这个阶段，就是我手持的这个，现在是用 1X3， 但是对面可以看到是相机，那相机其实就没有办法拍出像 X3 的这种画面感觉。看我们现在走在六本木街头，用 X3 的画面看起来就会非常不一样，因为它可以看到的不只是我自己讲话的画面，其实还可以看到就是街景，甚至是旁边的车，还是前面的人，都可以透过这个360镜头直接一次录完，回来再后置剪辑。所以这真的是 X3 跟一般的相机相比，相机赢不了的地方，真的是超赞的。哦，这条路很赞呢，整条路都是这么圣诞节气氛的地方，很棒。很漂亮哎，这边，而且这边我发现走一走，突然觉得有点吓到，因为这边都是超贵的品牌，就是 Burberry 啊、Mini Cooper， 前面还有很多个精品的潮牌，没想到这边就是一个精品中的精品区，前面超漂亮，前面可以直接看到东京铁塔哎，现在东京铁塔是圣诞节的感觉。
所以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些画面啊，其实就是我身旁这一支 Insta360 1X3所拍出来的所有画面。当然中间还穿插了一些，因为我们有蛮多机位的，所以我们平常也会使用，就是 1RS 啊，还有这边 1X2。那其实这几台呢，都是我们平常在拍摄中很常使用的摄影伙伴。因为其实刚看到很多画面，真的没有办法所有画面啊都是拿着相机，然后跟得很近，或者是用相机有这些运镜，还可以让画面这么稳定。所以我们平常其实拍摄，不管是自行车或跑步，都很常使用像这样的360运动相机，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超级方便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这一代新出的这个1X3的这个荧幕大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先看前面好了，前面看起来应该是长得一模一样，对吧？几乎看不太出来，除了字样上的差异。比较大颗。哦，X3稍微大颗一点点，但是转过来看，你看这荧幕大小差很多吧？这荧幕占比直接是超级清楚，而且控制啊都很滑顺，所以我现在看不到。但它这个画面的拖拉都是非常方便，但以前的X2其实是这么小的。那我们在最近使用X3一阵子之后，就发现真的有了大萤幕之后，完全回不去了，因为这个控制啊，你要看之前的画面，或者是你要控制一些细节的按钮，透过这个比较大的画面啊，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操控程度。那最重要跟大家分享，它最近也上市了一个全新的产品，叫做 GPS Action Remote， 就是它的一个遥控器。那这个遥控器很特别的地方，先看一下它的表带有没有很像 Apple Watch， 它做的超级像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刚才已经把三台相机都重新连接到这台就是控制器上面。等一下我手一按啊，应该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画面同时都切换到不同的模式，跟同时做录影的动作。有吗？大家有在动吧？应该三台都没有给我绕腿吧？所以可以看到，就是我这样直接切换画面，然后到真的想要录影的时候，直接按下按钮，它就可以一次控制三台，所以真的是超级方便。那这个控制器啊，最多可以同时连接四台设备。那像我们平常在骑车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我们前面会有一支，然后侧边会有一支，甚至摄影师会拿一支，这个萤幕可能放不下，超长的自拍杆。那透过像这样的一个遥控器呢，就可以一次同时多机操控到所有设备，我觉得是超级方便。像我们这样的影像创作者，真的是一大福音，超级方便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推荐给大家，我们平常在自行车或是跑步当中所使用的运动相机。那如果大家对于就是在很多画面上会觉得哇，这到底是怎么呈现的，你就可以在下面留言来询问我们。那最重要的就是推荐大家透过这样的方式，可以减少很多在前期拍摄的时候的运镜。那你可以把这些画面啊，到后期在剪辑的时候，再选择你想要拍摄特写哪一个画面，某些画面可能刹那间就不见了。这些画面来讲，360相机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好了，我是你的教练队。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点选下方资讯栏链接。最近Insta360又有在做优惠活动哦，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